设备呢，这个一般矿区要求的出行率要达到90%以上，使用寿命要达到20年，所以对整个设备的一个大型结构件啊、传动件的可靠性、电机控制的灵敏度啦、智能性啦这一块要求非常高的。我们主要要攻克的就是大型的结构件长寿命、可靠性的一个设计和制造技术，及大型变频电机联控的一个控制技术。